坦白讲哦，侯友宜常常让我忘了他的存在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周六在台中开讲，猛攻民进党赖清德之余，脱口说出常常忘记侯友宜的存在。不过最新民调，侯友宜支持度持续超车柯文哲。提到我啦，是吗？笑答柯文哲的戏虐发言，对于民调排名第二，侯友宜重申解决民怨才是解方。至于蓝白合的进度，传出下个月侯柯会是否会争取柯文哲担任副手？媒体的报道我实在无了解啦，那我还是会坚定我家己的步伐。我怕风风雨雨那么多，我最主要的，我会全力的团结所有人的力量，赢得胜选。重申团结其他力量选到底。似乎预告没有蓝白合的空间。新唐列是台北、桃园、台中综合报道。